好，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专程啊坐车半个多小时来到一家餐厅来吃美味的猪杂面。据说他们家已经开了50多年了，这个面非常之好吃。看看我身后，看看这个排队的人流啊，多少人在排队。哇塞，我今天来的正好都是吃饭的时间，我可能要半小时以上才能进去啊。据说他们家的这个黑胡椒螃蟹或者是辣椒螃蟹都是一绝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烧椒米粉、白面线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喜欢吃腰子的话呢，这个猪腰面线那是最好吃的，他们家 No.1。 所以我今天呢就来体验一下这个猪腰面线。哇，他们家这个腰子面线都50年的历史了啊，咱们今天来尝一尝到底怎么样。朋友们，咱们点了5.8块的猪杂面线啊，等一会儿它上来，咱们看看到底怎么样。哎呦，排了半个多小时，腿都软了，看看值不值。大家看看啊，他们店里的这个座位还是很多的，但是呢，你还是需要来排队才能坐满了。今天是周末啊，人特别多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朋友们，咱们的腰子面上场了，来看一看啊。哎呦，据说啊，他们家这个汤是用猪骨熬了7到8个小时，而且呢放了20多种中药材，所以啊真的香啊。哇，名不虚传。我尝尝这个腰子啊，看感觉怎么样。哇，腰子很嫩，哇，一点没有腥味啊。如果有的朋友就是不喜欢吃腰子的人，你都可以吃，因为它没有腥味。我要的是猪杂面线，所以呢它就会掺一些其他的东西。如果你要单点猪腰面线也可以，是8块钱，我点的这个呢是5.8块，真的值。由于是晚上啊，我就没有要那么多。如果各位是中午来，建议你们可以点2个，或者是点大份的，真的太好吃了。下回我还来，给大家下次中午来尝尝他们家的螃蟹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这个猪杂面线里面还有猪肝，一样很入味。这个中药的汤汁啊，把它浸泡了以后，香味四溢，朋友们。太好吃了。好了，今天说了这么多呢，我把地址赶紧给大家，大家想来的赶紧来吧，真的50年的老店太好吃了，味儿棒，爆赞。